这一次的小孩是哥哥，嗯，啊坐在那里吃，那个是弟弟，两，嗯，哎，因为对，因为他整天都在吃，吃很多，对，口好啊，小儿子跟大儿子要玩，对，爸爸出来了，嗯，但是还是那个紧急状态，你没看到？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去红红那边看了一下，我刚去红红，有来喂一些点心，嗯，哇，小儿子开始吃起来了，对，其实小儿子胃口很好哎，可以，嗯，你还可以拍胸了呢，第一个拍胸了，拍胸就要跟哥哥玩了啦。二妈妈还在那边坐着，对，就在类似说老公你休息我来去看就好了，嗯，对，哇，弟弟整天很悠哉，嗯，跟他妈妈一样躺在石头这边吃饭，躺的都是很悠哉那种，好可爱，你看，拿起来玩，嗯，对，自己玩呢，小儿子玩起来了，对，嗯，摸摸头，拿开心呢，你看屁屁做的，来按摩一下，来，嗯，抓两只，来抓摸头，对，哎呀，来呀，开始了，开机了，来玩了，弟弟的体力比较好，啊，他就比较挑衅，挑衅哥哥，啊，哥哥就跟他玩，嗯，弟弟好像什么都很喜欢跟人家玩，就体力都很好，弟弟，嗯，对，哥哥早上一直跟着妈妈，他就很害怕，可是弟弟好像什么都不怕样子，他不怕，因为他没经历过。